受这个佛性三昧耶戒。如果你做了皈依之后，不再做这个佛性三昧耶戒啊，这个就可以呢结束了啊。啊，受了这个皈依发菩提心呢，可以修这个减修仪轨，好像念咒啊，念什么都可以。但是又做这个释迦行呢，就一定又受这个佛性三昧耶戒，这个就是密教的菩萨戒啊，所以呢，一定要受这个啊净堂的法。嗡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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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巴吉拉吉里哈来唱巴吉拉吉里哈来唱达雅说巴吉拉吉里哈来达雅说卡嗡巴吉拉吉里哈来吉哈达雅说卡嗡巴吉拉吉里哈来吉哈达雅说卡。好，嗡吉里吉里巴中吉里巴中吉里巴中吉里吉里巴中哈达嗡吉里吉里巴中哈达嗡吉里吉里巴中嗡吉里巴中嗡吉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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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里巴中嗡棒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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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奉献法性水，无生无极本来净，自性清净无瑕垢，自为恭敬波遮利有情。在念大轮金刚陀罗尼，罗马苦悉吉亚吉比冈达达格拉朗贝吉贝吉玛嘎巴吉利沙达沙达沙提沙提贝达玛尼萨曼迪亚尼达玛迪亚迪亚德朗索阿卡，罗马苦悉吉亚吉比冈达达格拉朗贝吉贝吉玛嘎巴吉利沙达沙达沙提沙提贝达玛尼萨曼迪亚尼达玛迪亚迪亚德朗索阿卡，罗马苦悉吉亚吉比冈达达格拉朗。贝阿吉贝吉玛嘎巴吉利沙达沙达沙提沙提贝达玛尼沙曼吉阿尼达玛吉斯达克德南苏阿卡，嗡吉利吉利巴哲来巴哲利后来曼达曼达嗡哈达，嗡吉利吉利巴哲来巴哲利后来曼达曼达嗡哈达，嗡吉利吉利巴哲来巴哲利来曼达曼达嗡哈达，嗡沙来沙来巴哲来哈来卡来嗡哈达，嗡沙来沙来巴哲来卡来嗡哈达，嗡沙来沙来巴哲来卡来嗡哈达。嗡娑摩尼娑摩吽伽利堪达伽利堪达吽伽利堪达哈吽阿耶卡巴伽巴吽达嗡娑摩尼娑摩吽伽利堪达伽利堪达吽伽利堪达哈吽阿耶卡巴伽巴吽达嗡娑摩尼娑摩吽伽利堪达伽利堪达吽伽利堪达哈吽阿耶卡巴伽巴吽达嗡毗娑诃来达来毗沙行迦来吽阿达嗡毗娑诃来达来毗沙行迦来吽阿嗡毗娑诃来达来毗沙行迦来吽阿达嗡阿萨玛吉里吽哈达，嗡阿萨玛吉里吽哈达，嗡阿萨玛吉里吽哈达，嗡修伽勒玛伽萨玛恩娑伽，嗡吉，嗡修伽勒玛伽萨玛恩娑，嗡吉，嗡嗡修伽勒玛伽萨玛恩娑伽。四法加持，嗡巴哲来萨多巴吉苏达娑巴曼。嗡，嗡巴哲来阿来汤诺吉苏达曼，他来库，嗡巴哲来达来玛吉苏达
망 키리쿠 옹 바즈라이 카라이 마 지수다 소바 망 아쿠 옹 바즈라이 타타 갸 테 짐바 니야 비세 캬 웅 옹 바즈라이 사토 바 비싱 자 망 웅 옹 바즈라이 아라이 탕노 비싱 자 망 타라이 쿠 옹 바즈라이 한도 마 비싱 자 망 키 쿠 옹 바즈라이 카라이 마 비싱 자 망 아 쿠 세이 바 카이 망 옹 바즈라이 사토 바 마라이 비싱 자 망 빵 옹 바즈라이 아라이 탕 노 마라이 비싱 자 망 빵 옹 바즈라이 라이 함도 마 마라이 비싱 자 망 빵 옹 바즈라이 카라이 마 마라이 비싱 자 망 빵 这个呢，我们接王界之后呢，你就首先呢，又劝请那个受戒代表七戒文。我敬劝请阿舍利，合掌恭敬叩念，当于尊者身佛像，及至金刚菩萨像，我等皈依尊者所，求学菩提境界仪，唯愿舍利安隐舍。 为欲建立不退位，入两部界曼陀罗，慈悲教示令我见。何为汝等受戒？那阿舍利，称佛名，南无大圣毗卢遮那如来，南无东方阿耨如来，南无南方宝山如来。 南无西方光自在王如来，南无北方悟空成就如来，南无普贤金刚萨埵等尊虚空遍法界，为常沙土中帝王重重三智一切菩萨摩诃萨。第一归命啊，我读一次，你们跟着读一次啊。 弟子毛甲等，就是将这个寂日加上你最后一个名字啊，起手归命礼，遍虚空法界，十方诸如来，瑜伽总持咒，诸大菩萨众，即礼菩提心。 南无无智罪，令得无上觉。是故起首礼，礼佛真言：唵沙拉巴他他伽他亨那蒙那罗伽罗蜜。
第二，印心供养，我读一次，你们跟着读一次啊。地者毛甲党，十方一切杀，所有诸供养，发梦当涂香，饮食同方盖，诚心我供养奉献，诸佛大菩萨，及诸贤圣等，我今至心里，普供养虚空藏庄严，唵伽伽那三邦巴巴哲拉克库。第三忏悔，我读一次，你们跟着读一次。地者毛甲等，今对一切佛、诸大菩萨众，自从过去世，无始流转中，乃至依今日，于弥真如性，起希望方别，三藏赐无上，三业诸烦恼，即以除烦恼，回望他性罪，即以罪行等，回往佛法真，参多三宝物，广州无见罪，无量无边解，不可一之数，自作救他作，见闻其随喜，福依胜意替，真实微妙理，胜位眼观察，前后中三际，彼皆无所得，自心造方别，虚妄不实故，以为未方便，平等如虚空，我昔皆忏悔，是不敢复常，从清忏以后，永断不复作，乃至行正觉，终更不违犯，唯愿十方佛、一切菩萨众，哀悯加护我，令我罪障灭，是故至心里，忏悔灭罪障严，唵沙拉巴哼巴达卡诺巴哲拉雅梭阿卡。读一次，第四皈依，我读一次，你们读一次。弟子毛甲党，从今日以后，皈依诸如来，五智三身佛，皈命皈依金刚乘，自性真如法，皈依不退转，大悲菩萨真，皈依三宝井，终不更皈依，自力且正道，我今至心里，皈依真言，唵婆经，唵婆经，唵婆经。第五发菩提心，我读一次，你们读一次。弟子毛甲等，
一切佛菩萨从今日以往乃至成正觉，十方菩提心有情无边誓愿度，福智无边誓愿集，佛法无边誓愿学，如来无边誓愿事，无上菩提誓愿成。经所发觉心，远离诸圣相，远界极处等，能随所随之，诸法悉无我，平等如虚空，自心本不生，空性莲即故，如诸佛菩萨发大菩提心，我今如是发，是故自心里。次诵受菩提心戒真言：唵不吉吉达波他哈他亚密，一次就够了啊！第六问接人。若有犯七戒罪者，不应授予戒。其七戒罪者，杀父杀母，出佛心血，杀阿罗汉，杀和尚，杀阿舍离，破和合僧是也。虽问犯否？言而小僧即诸人皆所知也，既无其犯，更不可问。但有余罪，若为戒障者，于今虽五体投地，忏悔律居，可礼拜其词云：南无忏悔忏悔无量所放，南无忏悔忏悔无量所放啊！读两次。第七，请示心请和尚啊，弟子毛甲奉请摩西扫罗天公玛喀贝罗沙罗耶佛为受佛性戒和尚，为愿慈悲为我作受佛性戒和尚，我依和尚故得受佛性戒持名故。第二次，弟子毛甲奉请摩西扫罗天公玛喀贝罗沙罗耶佛为受佛性戒和尚，为愿慈悲为我作受佛性戒和尚，我依和尚故得受佛性戒持名故。第二次，弟子毛甲奉请摩西扫罗天公玛喀贝罗沙罗耶佛为受佛性戒和尚，为愿慈悲为我作受佛性戒和尚，我依和尚故得受佛性戒大慈悯故。三次之后呢，再顶礼啊啊！次请啊，这个揭摩阿舍离弟子毛甲奉请清凉山中文殊师利菩萨玛喀萨为受佛性戒揭摩阿舍离
唯愿慈悲为我作，皆摩诃阇梨。我依阇阇梨故，得受佛性戒，持名故。拜拜。啊，第二次，弟子毛甲，奉请清凉山中文殊师利菩萨玛咖萨为受佛性戒，揭摩阇阇梨，唯愿慈悲为我作揭摩阇阇梨。我依阇阇梨故，得受佛性戒，持名故。拜拜。第三次，弟子毛甲，奉请清凉山中文殊师利菩萨玛咖萨为受佛性戒，揭摩阇阇梨。唯愿慈悲为我作揭摩阇阇梨。我依阇阇梨故，得受佛性戒，大慈悯故。这个第三次拜拜。这个下来就请这个救受阇阇梨。弟子毛甲，奉请都是天公慈氏菩萨玛咖萨为受佛性戒，救受阇阇梨。唯愿慈悲为我作救受阇阇梨。我依阇阇梨故，得受佛性戒，持名故。啊，拜拜。啊，第二次，奉请弟子毛甲，奉请都是天公慈氏菩萨玛咖萨为受佛性戒，救受阇阇梨。唯愿慈悲为我作救受阇阇梨。我依阇阇梨故，得受佛性戒，持名故。拜拜。第三次了，弟子毛甲，奉请道舍天公慈氏菩萨玛咖萨为受佛性戒，救受阇阇梨。唯愿慈悲为我作救受阇阇梨。我依阇阇梨故，得受佛性戒，大慈悯故。第三次了，拜拜。我们下来就请这个净戒阇阇梨。弟子毛甲，奉请十方三世佛及净虚空诸如来为受佛性戒，净戒阇阇梨。唯愿慈悲为我作净戒尊师，我依尊师故，得受佛性戒，持名故。拜拜。第二次，弟子毛甲，奉请十方三世佛及正虚空诸如来为受佛性戒净戒阇阇梨。唯愿慈悲为我作净戒尊师，我依尊师故，得受佛性戒，持名故。第二次啊，这个现在就第三次了，拜拜啊！弟子毛甲，奉请十方三世佛及净虚空诸如来为受佛性戒，净戒阇阇梨。唯愿慈悲为我作净戒尊师，我依尊师故，得受佛性戒，大慈悯故。这个。拜拜。自省这个同学伴侣，弟子毛甲，奉请十方净沙中金刚萨埵诸菩萨为受佛性戒同学伴侣。唯愿慈悲为我作同学伴侣。我依伴侣故，得受佛性戒，持名故。拜拜。第二次啊，现在弟子毛甲，奉请十方净沙中金刚萨埵诸菩萨为佛性戒同学伴侣。唯愿慈悲为我作同学伴侣。我依伴侣故，得受佛性戒，持名故。拜拜。第三次，
弟子毛甲奉请十方净沙中金刚萨埵诸菩萨为受佛圣戒同学伴侣，唯愿慈悲为我做同学伴侣，我依伴侣故得受佛境界，大慈悯故。三次呀，拜完了啊，拜完之后呢啊，大阿舍利起拜，佛子慈心当天起拜，匡济金刚起手合掌敬拜金刚胎藏大毗卢遮那佛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诸大菩萨声闻缘觉一切行性承愿证明今有娑婆世界南瞻部洲香港佛教堂密莲池正愿灌顶道场，众等今依我所发菩提心求受佛性三昧耶界，唯愿十方一切诸佛诸大菩萨一切行净加持佛子闻故退转自心行礼。复大阿舍利说戒相，复三昧耶戒体解性本白真科隐以及量等虚空不增无感，本无错目三际能穷，但乃无边细过千界，体悟此界名为菩提心界之根源也，也即名为哇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正因也。发言经文初发心时变成正等觉，列文经云初发以为人天胜出声闻及缘觉，大毗卢遮那经云菩提心为因，大悲为根本，方便为究竟，控受此戒礼行相受无故科进最上西地，欲得诸佛接受入供的灌顶位，挑佛种性不断解，变化菩提心受清净界。皆摩精进至得戒之时，佛子自心可天皆摩若受佛性三昧耶戒，心可发无相心，其无相心者持五篇七罪三罪四众十无尽戒也，其三罪戒者歇律仪戒歇上法戒有意有情戒也。诸佛子谛听谛听，今为佛子等受戒皆摩，今是得戒之时，自心听皆摩，上男女谛听谛听，汝等今依我之前听受诸佛菩萨一切邪处，求受诸菩萨一切境界。所谓歇律仪戒歇上法戒了意有情戒，如是邪处，如是境界，过去一切菩萨已具，未来一切菩萨当具，现在一切菩萨今具，一是邪处，一是境界，过去一切菩萨已邪，未来一切菩萨当邪，现在一切菩萨今邪，汝等今如三世一切菩萨以发菩提心以受境界者，得悟了当然受邪，无得王系能受持否？得能受持啊，又总共要讲三次啊，现在第二次。今
净智得界之时，佛子自心可天皆摸。若受佛性三昧耶界，解心可发无相菩提心，起无相心解，持无边七岁三岁四众十无尽界也。起三岁解，先立一界，先上法界，有意有情界也。诸佛子替天替经，今为佛子当作受戒皆摸。今是得戒之时，自听天皆摸。上男女替天替听，汝当今依我之前，天受诸菩萨一切邪处，求受诸菩萨一切境界。所谓悉利一界，悉上法界，有意有情界，如是邪处，如是境界。过去一切菩萨已具，未来一切菩萨当具，现在一切菩萨今具，一是邪处，一是境界。过去一切菩萨已邪，未来一切菩萨当邪，现在一切菩萨今邪。如是今如三世一切菩萨已发菩提心，已受境界者，各悟了，当然受邪，无得往昔。然受持否？答：然受持。那第三次啊，今是正是得戒之时，佛子自心可天皆摸。若受佛性三昧耶戒，心可发无相心，起无相心者，持五边七岁三岁四众十无尽戒也。起三岁戒者，皆立于戒，皆上法界，有意有情戒也。诸佛子替听替听，今为佛子当作受戒皆摸。今是得戒之时，自心听皆摸。上男女替听替听，汝当今依我之前，听受天求受诸菩萨一切邪处，求受诸菩萨一切境界。所谓悉利一界，悉上法界，有意有情界，如是邪处，如是境界。过去一切菩萨已具，未来一切菩萨当具，现在一切菩萨今具，如是一是邪处，一是境界。过去一切菩萨已邪，未来一切菩萨当邪，现在一切菩萨今邪。汝当今如三世一切菩萨已发菩提心，已受境界者，各悟了，当然受邪，无得往昔。人受持否？答：人受持。供上呢，嗰啲界体呢，由你嘅头壳顶呢入嚟你嘅身体度，充满力。观想呢，那个戒体啊，从你的头顶啊入你的心体上面啊，将你的业障、病障、魔障啊一起排出来啊，你的心体好像佛菩萨呢一样清净啊。激发心受戒已，从今以后为人天师，为诸佛所悟念，为诸菩萨所敬念。佛子当持从今日乃至当证无相菩提，当具足受持诸菩萨清净戒，都不可放。言者欲发心持戒者，应勿持此戒相，错四众后十无尽戒。四众者：一、
舍净法而起邪行，是第一波罗夷，也不可发。能持否？当然持。二者舍离菩提心，是第二波罗夷，也不可发。能可持否？答能持。第三者依一切法千闻，是第三波罗夷，也不可发。能可持否？答能受持。是者依一切众生作不有异行，是第四波罗夷，也不可犯。能可持否？答能持。舍无境界，一者不应退菩提之心，防成佛故；二者不应舍离三宝皈依外道，至邪法故；三者不应违反三宝及三乘法被佛性故；四者亦上升大乘经典，不通解处，不应生疑惑，非凡夫紧故；五者若有众生以发菩提之心者，应何欲叹美，即三宝种故；六者未发菩提心，可劝有引接大愿故；七者对求成人及前进人，不应说深妙大乘，累生为谤莫大殃故；八者不应发起诸邪见等法，断上纲故；九者依外道前，不应自说我具无上菩提妙界，累生真有损位存外故；十者依一切众生有存损害无利益之心，皆不应作，亦利他法其慈悲心相违背故。此为佛性三昧耶界相之三句是众舍无境界，既坚持了可来受持佛性界，自心可受持心。佛性三昧耶界庄严，嗡萨玛耶萨多巴，由此此真言具足一切菩萨清净律仪，以此为此究竟证无相菩提圣因也。此化身本解菩提心真言。嗡波吉吉达波他哈他亚密，由此持真言，持从发菩提心乃至成佛，一起中间禁锢不退大菩提心，应持圆满。次发本解种子心真言，嗡悉悉达哈来契别依多吾伽罗蜜，是净法无漏无漏界种智真言也。由此持真言，得一切甚深界障及一切种一切智，须证无上正等菩提。次入秘密曼达拉真言，嗡巴吉拉曼达拉哈来别依舍密。这个由此此真言，自在得坑受持
秘密妙旨，坚持无漏真法，佛性界早入灌顶曼达拉彼得爵位，赐启白受持佛性界之遥，启白金刚太藏两部戒位根本大毗卢遮那佛，三部五部诸尊总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缘解声闻一切行性悟法天等，今日南瞻部洲荡荡国宝安县香港佛莲池净宴光顶道场，来求菩提法金刚弟子众等，未入光顶堂场，若受三昧耶戒，守真见其根基之俗，知其本性之情，未令入其堂常，即受于其正见，眼见诸尊必随正明，皆不畏不失外，进入堂常，令垂皆为望经佛子，至今以后为人天师，诸佛悟持诸圣净念，令今衰不退此菩提心，起心不退问得自归其心，若退问得皆已，从今日至一绝位，坚持无相三昧耶戒，福德为放。称佛名，南无东方阿弥陀佛，南无南方宝山佛，南无西方阿弥陀佛，南无北方不空成就佛，南无清净法身毗卢遮那佛，南无归命顶礼佛性三之三昧耶戒，生生世世急欲等待弘法大师培章法乐，听众地瑞微光培章，圣求安稳增强保寿，悟持受戒悉地圆满，天下法界平等利益啊！大阿舍利姐姐嗡修卡勒玛卡萨玛耶苏瓦卡嗡阿萨玛吉利嗡帕塔嗡比索哈来达来奇夏巴哲来亨加来嗡帕塔嗡苏玛尼苏玛嗡卡利坎达卡利坎达嗡卡利坎达哈拉嗡阿雅卡库巴加邦嗡帕塔嗡沙来沙来巴哲来哈来卡来嗡帕塔嗡吉利吉利巴哲来巴哲利哈来曼达曼达嗡帕塔。这样呢，我们呢，这个佛性三昧耶戒呢就受完，受完了之后呢，我们就在你在网上面登记啊，我们叫你一步一步的登记，登记完之后就先给我们，先给我们之后呢，我们就发一个偏好给你啊，或者叫你什么样去拿哪个啊释迦行的法本，里边呢有包括这个电子书啦，有包括这个 PowerPoint 啦啊，也有录影带，叫你什么去做啊，有这个香港版的，也有普通话版啊。虽然我的普通话不太好，但是我是广东人的啊，所以呢只得影响啊，原谅一下啊，所以呢听得懂就听，听不懂呢啊你可以看的啊，所以呢这个没问题的啊。你拿了哪个释迦行法本之后呢，不能啊拿给人家看，因为拿是你的法本啊，不能给人家，不能 copy 啊，不能 copy 出来卖啊，或者不能送给人家啊，人家没有受戒的时候他会放这个盗戒税啊，因为你有受了戒啊，你有登记了，这样就不会啊放哪个啊盗戒税。如果他你送给他，他没有受戒呢，
他为这个放这个道戒啊，因果很重的啊，所以呢，只有你一个人能够用啊。如果人家要学这个自家行，你劝他呢自己皈依一次啊，不能呢将这个法本呢直接 copy 给他啊，这个这有这个因果的啊，所以呢不行。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密法呢，如果啊就那个以前的传法呢很久才学的会，也要用很多钱。这样的法呢，密法呢，不会轻信的，因为呢，这太麻烦，太复杂。已经是加行已经很难做了啊！你再加上哪个时间啊，哪个什么呢？这样很难了。所以呢，是加行的是地狱的开始，开始都不能做，下面的更不用讲了。所以呢，现在我们想多一点人呢。可以做释迦行，所以呢，我们有个往上面的皈依，皈依之后，如果碰到我们有这个皈依的仪式，你也可以来。我们有灌顶的时候呢，你可以来啊，加上哪个戒啊。所以呢，做这个佛性三昧耶戒跟这个发菩提心戒呢，这很重要的。所以大家呢，好好的悟持啊。做完了释迦行之后呢，你就可以呢，说给我们听啊 ，email 给我们啊，或者什么，我们就会有一个时间。我们其实有灌顶的时间了，如果你在这个时间之前做完之后呢，你就可以通知我们了。我们有个允许灌顶啊，这个在家人在出家人都要灌啊，这个允许灌顶啊。允许你收这个金刚戒、胎藏戒啊，跟收悉地戒啊，这个的三部的法啊，也可以传这个普通的法本，但是不是传法阿阇黎，因为呢，你要考试考了及格啊，又很发心，又有弘法的能力。跟弘法的地方，你还可以受这个传法灌顶，但是出家人呢，一般就可以受这个受完这个允起灌顶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受这个传法灌顶，因为出家人呢，这传法的根基了，所以呢，要将这个法传出去呢，要快一点啊，出家人那个。可以啊，传这个法，传法就是传灯啊，以前的传灯。不过如果说传灯呢，高野山有其他一个传灯，那要13年才可以啊，这个太久了。所以我们呢，传法呢就这个传灯啊，所以呢这个传灯就比较严谨一点啊。如果你的做阿阇黎行法阿阇黎，灌了这个云起灌顶呢，这个行法阿阇黎啊，行法阿阇黎。是可以传法的，但是不是传承啊？传承的时候呢，还有一些东西要学的啊，又学很多东西呢，才可以啊。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就讲到这里，你们这个做完这个仪式，就可以在网上面登记了之后就献给我们，我们会给哪个释迦行的法本给你们啊。阿弥陀佛。